iPhone 前镜头变显微镜，即刻变科学家。iPhone 前镜头通常只系得一个作用嘅啫，就系、是、selfie 啦。睇佢像素够低，朦朦胧胧咁，好有 feel 咁噃。啊，只不过突然间觉得今日自己好靓，想嚟个高清效果咧，只要加呢一个新组件，就即刻变得清清楚楚啦。嗱，只要放喺 iPhone 前镜头上面，即刻可以将影像放大30至100倍。最啱各位读理科嘅学生，随时探索一下身边嘅事物嘅。只不过如果好似普通用家好似我咁啦，拍一张显微镜下嘅超高清相，放上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扮下劲咁 ，like 咪就系咁呃噶啦。